富华大饭店长期在我们总公司黄鼎建设集团的支持下，致力于 ESG 的一个落实。那低碳旅游永续发展呢，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啦。那疫情之后呢，国民旅游持续的一个风行，那台南巷弄美食文化呢，一直是吸引旅客来这边旅游的一个重要元素。那在这些进行巷弄文化探索的时候呢，交通工具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。那我们富华大饭店呢，坐落于我们台南的旧城区。那我们有思考过呢，最适合的方式，除了像 U-bike 步行之外，电动机车呢是最佳的一种模式。它除了可以延伸它整个的一个旅游的动线跟旅游的距离，那可以承载两个人，那也可以去达到更加的一个旅游模式跟舒适的一个状况。那富华饭店在这一次呢，我们的住房率长期都在80%以上，但是我们愿意呢释放出更多的房间，以及在加值不加价装之下呢，推出我们这次的有购机车的旅游方案。只要入住呢，都会提供我们 GoGoLo 的电动机车24小时的一个骑乘服务。另外呢，也有我们火车站到饭店的行李免费的一个载运的服务，让旅客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旅游品质。